哪来的一个呀？再找三个。绿宝石早餐店，客人，我这咱不吃早餐了，行吗？收银员啊，不，咱不吃早餐了，行吧？我求你了，咱不吃早餐了，咱们饿死吧，求你了，就你干这事儿，你还不想饿死，真的。阳光文具店啊，厉害了啊，行，欢迎光临，我操，这还能浮空呢，老哥，厉害了，好，看看啊，阳光文具店啊，行，找，这找了半天，好像还没找到，欢迎光临，这兄弟，你学了什么悬浮术之类的东西吗？哟呵，累死我了。这逼估计是学了什么悬浮术之类的这个法术，嗯，神他妈吸引女性，哎呀，等会儿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东西吧，按道理说啊，这漏斗里面好像没东西，嗯，这我自己找好像真的找不到任何东西啊，我找到我把屌剁了啊，好像找不到，是在这边里面吗？这文具店屁都没有，对呀，毛啊！等会儿，这好像有很多其他店呐、啊，文具店毛都没有。然后看看啊，嗯，陈老爷已经被扁刀的鼻子勾引了。然后可乐百货店，啊，这什么都没有。老板来一份牛肉，没有牛肉。老板来一份猪肉，没有猪肉。老板来一份菜，没有菜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你还敢开店？老子开的是文具店。好，这边呢估计是一些小商店什么的，这没有洗浴中心这之类的这个东西吗？我这边有个箱子，这个箱子我还打不开，这个太难受了。嗯哼，那边好像有个箱子的样子是吧，这边有个箱子我倒是好像打不开的样子，嗯，过不去是吧，好过不去，嗯，在这边好像有个箱子的样子，我好像刚才老衲掐指一算，哎，这边有个箱子，看到没？人品粉，好，你要不给我这个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嗯，好，这是什么校车吗？撞死我吧，老哥，撞死我！什么 ？BBS 666啊，这车很大，这车很爽，很刺激啊！这车好像没开，哦呦，这车有，去吃完早餐再来吧。我不想吃早餐，老哥，我不想吃早餐，我想上车，我想去洗浴中心，我不想吃饭，我求你了，让我饿死吧。此房装修中，还没有。好了，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儿了，啊，是吧？那么下期的话，我们再去找两个这个绿宝石去吧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是明道，欢迎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啊，这个如果说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素质三连、投币、收藏，还有点赞。好的，那么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是明道，欢迎下期再见，拜拜。